TVB 新剧《溏心风暴三》11月21日中午在香港太古举行首播前的宣传活动，一众主演以表演剧情的形式闪亮登场，包括黄宗泽、黄翠如、夏雨、李思琪、米雪、陈敏之、王浩信、陈丽香、阮兆祥等，而关菊英更现场演唱剧集的主题曲。在活动前一日曝光的第一集画面中，黄宗泽已经有很多床戏，真是艳福无边呀。其实我觉得挺累的，因为天天不是天天就很有很多床戏呀，有很多跟不同女生的戏。其实我跟你说，第一压力挺大的，因为就有一些是人妻啊，有一些是阿嫂啊，有一些是还没见过、不认识的，所以跟他们拍一些比较亲密的戏的时候呢，会挺有压力的。那跟翠如，因为我们实在太熟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，而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兄弟的相处，所以我们没有那种好亲密啊那些戏份。另外，黄宗泽最近就和苗侨伟、刘心悠等在内地拍摄另一部网剧《守护神》。早前黄宗泽和三哥在拍摄邵氏网剧《飞虎集战》时，两人以及吴卓羲已经处得非常好，这次黄宗泽再和三哥合作，想必在片场也少不了欢声笑语才对吧。三哥就其实他是一个小孩嘛，就我来照顾他嘛，就不其实不太好玩，常年我照顾好烦人啊，黏人你知道吗？他没有照顾一下心忧啊，他说在你们两个面前很大压力。没有，因为心忧可能他的，因为我们在深圳拍那个戏呢是讲广东话的，所以有时候他会听不明白我们说什么，所以他会有时候比较紧张一点就会好紧张，就会比较不知道怎么做。然后呢，监制跟我沟通了，沟通就是每天我到现场先就逗他玩让他放松一下，所以我每天到现场都是很累的而且他们就都大家都很忙嘛，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那每天都意识到，心要怎么样，把它聊开了，原来这样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